在2012年5月21日所出版的 Webot 第16页提及有关经济方面的字眼，由今年夏天至秋天，世界性的中央银行阴谋会被第二波的知识危机所打击。数据显示，揭露精英们金钱、贪污、谋杀的浪潮会令中央银行系统让人成为奴隶的能力被洗去。